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为什么他的防御这么难按？At last, my new apprentice. Hurry, we need the new edition printed right away. 我被认为是新学徒了。取回日报，这还有宝箱哎。楼上，我是三颗星，解不开。不然大家看看我要死了。太好了，错掉一星，算我解得开。士兵要按到反击，好困难，都好强哦。有罪犯，都追罪犯就饱啦。罪犯不见了，这里是哪里啊？难道没有可以下去的地方？我看到有一个只有六十几。Would remove all spectacle from public executions.
Que voulez-vous? Je vous écoute. Mort à tous les amis de la nation. Ça fait tant haut. Ah! On va y差一百多公尺。这边是蓝色士兵的营地哦。I'll fly you first for that.我要死掉了！哎，这边有个四十几公尺。National disgrace. New machine would remove all spectacle from public exit. Doucement, 还有个一百多公尺。商店，不要补药品。药品，给我药品。这些可恶的士兵。National disgrace. New machine will remove all spectacle from public. You've got this covered, then. Vous feriez mieux de regarder où vous allez. Je sais pas ce qu'il fait dans cette circonstance.也让我完成别跑，想跑去哪？别跑！盯上我，过来啊！你在搞笑、哦。Warn you came this way. 这样也可以逆袭，根本搞笑。良心的箱子，挑战啊！为什么？妈的！上次看到后来，明明就比较熟练了。
隔一个礼拜而已。太准。那可恶的宝箱。负责开宝箱，我不要去理那个小偷。好像是地底帽回，不知道怎么去了地底帽回。地底宝箱，那边有个楼梯，不晓得是不是？那地道了，好复杂。地道了，没有地道嘞！这也太神秘了吧，完全没有入口了哈，有个地道在那。又是一个没有入口，奇怪呢。好吧，哎，这个拿不到。
那接下来解这个好了，天平。哈尼国王重建了颓废的国，颓坏的国。石像夫妇以敬意目送气数已尽的国王走过最后一段林木夹道的路。王室曾团结，主因人民的意志落幕。最后一段路。没有印象，应该是王室要被处死的时候吧。从资料库去看。跟雕像有关，广场一堆，哪一个是国王被处死的时候走的？是真听吗？不是，我想要偷看攻略，就攻略还读不出来。会不会在这里啊？路易十六被处死的地方。石像夫妇，亨利国王重建的，亨利国王。亨利国王，我刚好像有看到亨利国王。这个是亨利国王。这不是亨利国王重建的，亨利国王重建了什么？亨利国王重建了什么？又是他？市民广场。还是宫殿？这是路易，
起来是路易。不知道，偷看，他读出来了，读出来就可以偷看。他在这个位置，在杜勒利宫，杜勒利宫。好吧，杜勒利宫。我看到亮亮的了。一道阳光，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死，一个分离。就算窗关上后，蔽日的乌云也随之散去。贩夫走卒、政治家、娼妓之子，无不为此欢心。没概念。偷看之后，显示他在断头台，所以应该说他会产出头和身体。然后一个死了，一个分离，大家都很开心看到断头台。那时候人也怪怪，看人家头被砍掉，这么爽吗？他们一定压力太大。马德莱纳面着广场上的断头台，虽然时间会流动，但他的眼皮眨也不眨，无动于衷。如此，他人选择背对王的坟墓。他有什么背对王的坟墓的东西？面着广场上的断头台。面着断头台。没有面着断头台的雕像。那我沿着跑一圈好了。别个断头台，
让我偷看好了，在在这块的大概这个位置上面。靠，我们还没解。这里面有一个断头台。听歌吧。听完了，我们继续前进。想说宝箱顺便，那个宝箱看起来超不和善耶。超不顺便。这好像是我之前捡那个什么的地方。You? Da, 我之前曾经在这边打架过。
么我觉得砍了三月老奇怪。刚刚一段时间砍人突然没声音了，这样应该就不用担心了，没剩几个了。良心，对嘛，就是应该要这样啊，都已经比较熟练了，没有道理再一直失败。现在才进入这一区啊，太慢了吧。干嘛跳过去，之前是一直都下不去，现在是一直疯狂下去。金星，金星，为什么我觉得金星我已经做过了？好，我相信是我记错了，不可能已经做过了。我没有看到稻草，所以就跳下来。楼上。好，没有办法。
Hide in plain sight. Right.